摩洛哥有北非后花园的称号，咁嚟到呢一个国家咧，就好似去咗一个五光十色的漫画同一样。咁依家大家见到呢一个咁靓嘅风景咧，就系奥达亚城的小渔村啦。咁嚟到呢个小渔村咧，感觉就好似去咗爱琴海希腊的白色小屋一样。咁依家咧饮埋呢一啖嘅薄荷茶，就带大家睇下啦。白色的小屋扫上天蓝色的油漆，真的很漂亮啊！